面啊，现在看这次进攻左边路有空当，杀到禁区内，左脚能不能传进来，大伦这下球进了，凯塞仅九分钟自播出局取得了领先。谢文能这边晃过了防守队员，本地闯关又来了，分到左路这边有空当，打门一下没有打，敢晃开打门，过了，哎呦，现在看这次进攻，谢文能又是完全的前场抢断，砍又来了，又连追跟到左路，左脚再打，都是在这个位置。出现左路的反击又来了。右边高速插上，右路扣一下，左脚给到固定位置，想跟进有没有打门，大上一脚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，这下完全的摆脱，看怎么打，打门左脚，等一下，这边又空了，又是谢文能，你看本地闯关在打门，哎呦，这次右脚的打门打偏了。这边前场抢断，工作在做后防，还有谢文能，这边是他发挥的机会，期待。很好的线路，回旋，但是被对方放倒了。身后这球是还是捅到了，这次过人还是过人，非常漂亮，到上脚坐回来给你打门，打到了防守队身上，送谢文能打门，这下有没有？球被解了出来，再防第二点，中间再打。哎，好球，做了一个传切配合，这次其实在球突破给到左边路，中队员到位了。这个思路非常清晰，一脚射门，电池球的感觉。